哈哈我是大成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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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了要有很多效果，所以我找了很多人，然后我找了两个一直拍 TikTok 啊，对，因为每个人眼光不一样，我们有艺人的眼光，哇，哦，我们也是有曾经艺人的眼光，我们有 TikTok 高手的眼光，然后我们有难入人，这些影片呢都不是我们找啦，因为我上因为要mention一下，因为。很严重的这个罪行，我觉得，因为我是上我的 IG， 然后我上网问你们觉得谁尴尬的话，你们全部 send 过来，然后我全部选完我的 follower 的那些人啊 send 给我的，我拿完出来，所以以下我们给的反应是纯粹满足大家吧，我是没有看的，懂吗？我是自己点自己开来看的，我是第一次的眼光啊。我们要声明，我们不是人身攻击啊，我们没有人身攻击，我们只是纯粹给第一个反应吧。这样我可以 request， 等一下我们可以连他们的 video 都看吗？可以啊，你们自己去抽一个都可以。好，现在我们开始从第一个开始看啊。Oh my god！ 看到还有人在笑啊！ OK 啊，我们 play 啊。我在打飞机。Sorry， 你们两个弄。而且他的 comment 有人讲哦，我难过的时候看了你，你骗我开心。我觉得他嘞，是是是，他很认真的在搞笑，他很认，你看到没有哦？我看不到。而且来，我们看另。看你影片前了，这个不要可以吧？怎么有我了？搞错！我跟你讲啊，这个影片啊，是我在厕所拍的。一定是没看到大便了，大便的时候还要……我拉尾，我这个真的有尴尬到。你可以不要吵吗？我要马上看下一个。哎呦，这个这样短命，是我的，我拉尾。对，你刚刚吵。和我头发颜色一样的。这个要做变鸡毛鸡毛扫，从一个扫把变成鸡毛扫，对你微笑，纯属礼貌。给你两朋友，给你五个小药。我觉得他的脸很 flexible。我其他影片 OK 的，不尴尬，你们先给我了，不尴尬了。这个还好。那些被眼镜封印的眼睛。我没有啦，我是觉得 OK 了。我觉得还好，我觉得没有到很好笑。他是被眼镜封印的眼睛，最近很多人拍，他脱掉眼镜就很美啊。嗯。哇。一杯吗？这是filter。尴尬，等一下。他眼睛会关了。看到这是他的起鸡皮。我觉得我看到我直接滑走了，很像你，没有感觉。我是觉得不是，又是他。我也会啊。不要动，你做一个头不要动，然后手不要动啊！手这不会动。OK 了，我觉得这个还好嘞，这样我也还好。level 可是不是很高啊，这个看着。为什么你要吐舌头？哇，这个尴尬。真的，你喝这款吐。哎呦，这么今天很多影片跟我发生呀。这个。我也有吐舌头的影片，真的没？真的。我也是有。这样我觉得他整套都是学没有肌肉的嘞。可是我连头发跟动作一起学。最好是。我这个。哎，这个中国的不是？什么？看一下。Oh my god！ 这个我真的，这是我
觉得大神牌会有这样的效果。可能这个应该适合女孩子做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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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女孩子做还可以。所以为什么我不要拍？因为我觉得我拍我会打死我自己。我来哦。又再次我喜欢他嘞，我还喜欢用枪哎，他在抢的。哦，那个少年。我喜欢他，我很喜欢他。他怎么了？你有一个新粉丝在这里啊，你要荣幸。荣幸，而且是一人。还有他的吗？还有他的吗？知道我。又是他。真是。这个也是自带 slow mo 的。下一个。缅甸。切的眼镜翻译。哦，还有哎。这是中国的声音。girlfriend 啊，我觉得一定是他老婆每次跟他讲，你不戴眼镜的时候真的很好。哎，这个我看过。这个是吃东西在干嘛？他是做舞狮的。我记得有三个动作的，一个是这个，一个是这个，还有一个是这个。而且我有看他的东西，哇，很恐怖，我有看过，真的是真的。有了他，来呀来嘞，对吗？魔法不一样，哇，好厉害哟你们，哇，我都不可以哦。啊，那个是底裤还是普通裤？比普通裤，比普通裤，我觉得是boxer。哇，你很厉害啦！而且我想要跟你们讲哦，会有一些女生喜欢的。他明天结婚，你知道吗？怎么？你早就说。这个就是我讲那个哭得很隔离的。不是，是他流眼泪吗？看我的眼睛说。看这我的。他结婚他的师大，那你不服？啊！我打不他。你早就放下了，对吗？来，我们来。看着我的眼睛说。他结婚他的师大。我讲实话，我 story 之前有发过他，然后很多人 reply 很好笑。OK 了 OK 了。我的孩子。人生苦短，孩子是什么意思？我是 KOL。哇！大神最喜欢。讲贵啊，他最喜欢。你教他。没有。还是不拍这种东西的。没有。不拍。这还不给我拍吗？啊、来，我们看下一个。这个我懂，这 PJ。哎，没有声音的。啊、这个我懂。哎，没有。又是你。这个我有看到。没有歌的，是这样子的哦。是这样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怎么要转一个圈？你不如这样子哦，哎，耳机都给掉了。如果真的有男孩子跟我这样做，会熬。可以，又是他的，他很红啊。都过去了，喝往事干杯。啊，不能啊，我洁癖的，我洁癖啊。哎，这么就塌了，那边很多人觉得很尴尬。他坐亚洲哦。我想给你一点甜。我哭。哇哇哇！吓到我，吓到我，吓到我，最后吓到我。不可以这样。这个我喜欢，这个我有问题啊。啊！我觉得没有问题。没有他摸到。我拿这个地量，你看你摸。尴尬。怎样才可以长？好了，这个，我觉得这个会有尴尬到。很久以前的。这边尴尬了 ，OK。这边我想笑了。这么年轻，想必你要耍坏。你快举手拿着。你这个动作，我跟那个男人没有分别，你知道吗？那头发，那头，那头，这看是不敢看，人家看幕后，你这样哪是男人？可是这个两年前啊，我要声明先呐，你们在场面导演，如果这次我要看了啊，我们手背一轮。拍几我的朋友啦，比如说米奇的。哎呦，也是可以。如果你们想看的话，记得点赞这个影片，超过啊申请就好了。这个来，随便，就我就拍啊，我就拍那些我们身边朋友的尴尬，无论谁啊都拍。
给了。有朋友吗？有朋友吗？这才是我们今天整个影片的重点。好了，谢谢大家。OK， 如果你们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分享、订阅、还有赞。拜拜。拜。